1109延庆 OK， 1902中坜 OK， 好，热烈掌声。警铃响起，火车来了，抱在手中的女儿强震着转过头去，轰隆的声响掩盖了刚刚的警铃，红眼睛不断挤扎，我女儿的目光就这样被火车带走了，她甚至不懂得什么叫做远方。我的目光也同时被冻结，因为这个城市忽然被切割，呼吸、空气、喧闹、呼号全被切成两半。直到南部升起，我对这个城市另一半的乡愁仍在继续走。抱歉哦，50。